启示录甲你讲，现今撒旦魔鬼头一个人物，就是从伊嘴中喷出水来，就是伊用伊的话来攻击教会。耶稣的神的神鸟，上帝教会头一个要攻击的，就是撒旦魔鬼的话。我希望你一个认真来看这点，因为你一个无生气来讲，一个无生气。如果河水强起了，河魔鬼的话强起了，我唔知你捌何人攻击过哟，你捌何人用话来批评你个攻击你个？我常常何人用话来攻击我啦？我嘛常常看到兄弟姊妹何撒旦魔鬼利用来攻击我个教会啦。啊，你虽然你何着利用呢？第一主要不是一个生命内面无良心、无话嘴啊，这个要读圣经的。兄弟姊妹，有读圣经的基督徒，伊个未攻击教会，甲无攻击牧师了。所以因为因安怎会盲目去利用，因为因生命内面无话嘴、无良心，所以因常常唔但只个观念。